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，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，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，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。最好让他们不要走，就留在这里，因为大家是一个团体的嘛，我希望有难的时候大家都在一起。收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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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这样离队的话，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，我们也没有在他面前，有些时候不好处理，或者是好啊，好啊。哎，啊，这个十号车的过来。没有，你们来听也是可以，没有问题。从今天开始呢，大家都要遵守新规则。我们现在由他全部讲一些这些条例这些，让他来讲一下。各位，我会 make it very short at this moment， because 我们也没有什么时间了。有在家的，我会在车上再用无线电话补充。不过，今天现在的时间已经是还有十分钟就八点了。我希望在下一次呢，如果没有另外通知的话呢，七点半就在车上，就在车旁等，因为我们不要为了这一等时间已经耽误了。在现在我再耽误多十分钟。今天的车队开始呢，我由我来领导。至于条规呢，我没有带我那一本Convoy Management 101，我没有带来。不过当我在车上想到的时候，我会再告诉你们。最重要就是我会再补充。我也没有准备什么。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反常，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。我定一些很简单的条规，这些条规呢也不是为人所难的。我还有第一点就是开始车队开始那种灯光的问题，大家都应该明白了。我就是开大灯，除了中国的带车头的他开四角灯之外，全部的车就是没有开大灯。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了给我听，怕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，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。我现在好像